天地洒脱看待婚姻，推男人入太平洋。我后来想，根本不要结婚了，有个伴儿就好了。有个伴就好了，你配得上我就继续配，你配不上我滚，就这样。你跟他学习这个态度。他哪里需要我们？他需要我们诊断？他早有结论。他还跟你说，我在台东，要来追我就到台东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不乖，我就把你推下太平洋。小燕有约，与您准时相约。